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猜真相，赢大奖。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不开心就来搜啊，快乐星球还不够。本节目由11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节目同款实景，独家原创密室体验，尽在 MCity。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四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骑投凶时，侦探可在两轮各投出一票，共计两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二轮各投出一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一枚徽章；侦探若两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一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六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一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两票，玩家每人可投一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一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2030年的京东贸商城突然停电了，对不对？怎么停电了？被困的大漂移等人进入电梯，按下按钮，竟来到了2008年的幸福里居民楼，遇到了2008年的众人。你们都是谁？因为我们四个人是刚过来，这个地儿我没来过。这是幸福里。大家再次进入电梯后，竟在电梯顶部。下面发现真功成的尸体，腹部中刀，初步怀疑因失血过多而死。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五人之中，他们分别是陈功学、何风口、贾想、张马特、欧飞碟。死者灰色外套上的血迹和刀口是怎么回事？他外边这个外套上是有一个刀口的，但是他这个地方里面却没有对应的刀口。时空穿越是怎么回事？何、甲、欧对校车侧翻事故和彩票中奖的记忆为什么都不一样？凶手究竟是如何作案的？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然后我接下来又发现了一份大家之前刚才看过的那个幸福日报。来，2008年的1月15日下午3:20左右，受持续霸王级的寒流天气影响，等，好在救援队及时赶到，外加来自急救中心的杨护士和她的老公甄功成的热心帮忙，郝老师死里逃生，车内全员获救。全员获救的。而杨护士和甄功成在救援中不幸受伤，两个人的儿子甄大儿火速赶往医院，结果中途发生车祸，最终不幸遇难。儿子，他的亲生儿子。对，杨女士跟甄功成在你的这个故事里头是他们两个没事儿，没有。对，儿子反而走了，在你的故事里头是这样的。儿子死了，然后1月底603的富贵中了彩票，瞬间暴富。我的所有的故事线都跟你们不一样吗？不一样。好，这是我发现的所有的。我来讲一下，我去的是我们张马特的房间。马特。首先呢。来了，这件事情非常的严肃。他也被外星人抓走了。师傅，大师兄被外星人抓走了。
然后呢，我发现了他跟甄的聊天记录。哦，嗯，哦，甄跟他说什么？甄、说：“不是叔叔说你，你看看你现在穿的什么样子，不好好上学，不好好穿衣服，不好好梳头，把幸福里搞得是乌烟瘴气的，搞什么非主流啊，低俗。”他说非主流低俗，能忍吗？他说我警告你，你别带坏我。我学的是我的偶像大张伟，能忍吗？对不对？是他低俗的。哎呀，怎么每一句话都在骂我？感觉这是。报告大伟，没事，我先听听。问您，毕竟是以前做过，人家是做过的孽，我做过的发型，毕竟是以前自个儿做过的发型，现在要自个儿承担啊，对自个儿的造型。而且别人是假发，只有我们大老师是真染的。得认，得认。然后我又发现了这第二个，杀马特男爵的眼泪家族里的一个聊天记录。哎，杀马特哥就是个传说，他说：“大家好，欢迎我的兄弟张少加入。”张少就是那个杀马特嘛，就说谢谢兄弟们替我解围。然后呢，杀马特 smart 强子说：“你不孤单，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有任何的困难你就跟我说好了。”然后张少说：“我不甘心。”凭什么解散的是我们男爵的眼泪家族？哦，不甘心，就是我不甘心啊！然后这时候，杀马特此男仔很笨说：“张少，我们的男爵的眼泪没有败给皇城霸业，而是败给了你的邻居真功臣啊！对，他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啊？要不是他多嘴，我们绝对不会说。”此刻张少的心都寒了，我就江少寒了啊，对，张少寒，对，后来他出道了。然后张少就回说，即使从此再无男爵的眼泪，我们也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真功臣和男爵眼泪家族作对是什么下场。我张少绝不答应。都什么呀？他们的聊天有没有重点呀？就从头到尾放了十句狠话，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全是情绪，没有信息点。有杀马特有两大家族，一个叫做男爵的眼泪，一个叫做皇城霸业啊。他们要进行一轮 battle， 谁输了谁就要退出解散这个家族。真功臣做了什么？真功臣做了一些正义之举。什么正义之举？对，因为我们男爵眼泪家族要跟皇城霸业家族，我们要决战紫禁城之巅的时候，我们要通过一个游戏来，对吧？就是那个年代的游戏，大家也知道，就是四个方向键，一个空格键，劲舞团嘛，对吧？特别费键盘，所以就是当时你要在网吧里边跟人家对决这个游戏，很多的键盘都敲坏了，所以我们要去买新的设备，哎，然后我们都没有钱。我们就从幸福电子厂偷了点零件儿，被真功臣发现了。懂了，但是就是我们认为是真功臣导致我们输掉了这场决战。反正这时候的我们这个张马特已经对这个真功臣开始就是有一点点不满了。然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个张马特，然后呢，他跟他的妹妹跟他的妈妈的一张合照，好棒，有个妹妹，然后还有他的妈妈。是吧？郝老师，郝老师，然后最主要是这照片的后面有一句话，真的很难读。幸福在我的左右手，而我却抓不住。幸福在我左右手，而我却抓不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都知道呢，这个霸王级寒潮来袭嘛。但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好棒的版本。据了解，校车经沿海盘山路段发生打滑侧翻坠入悬崖，车祸现场有一名老师现场身亡。郝老师，郝老师死了啊、就是他的妈妈死了。妈妈死了不是关键，关键是我在他的、还不关键吗？妈妈死了非常的关键，关键是妈妈怎么死的，妈妈为什么死，妈妈本来该活着的，因为我在他的房间里面发现了这幅漫画。这啥呀？有点劲爆。上面的画画的什么呢？这个你要不自己说一下吧，这个故事。因为1月15号发生的车祸嘛，就是我妈妈是当场去世了，然后我妹妹重伤住了医院。
我们的原本的幸福的三口之家突然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就非常的孤独。就是我妹妹住院需要很多的医药费啊，然后我就跟亲戚借了很多钱，他们表面上说啊不着急还不着急还，其实很快就来催了，找了一帮人来我们的电子厂来要债，然后各种的闹事儿啊，不让我好好工作呀等等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群正义的小伙伴，也就是男爵眼泪家族的工友们，哎啊，替我赶走了这些惹事儿的人。我之前就对他们有过憧憬，再加上在我最失落的时候，这个家族的人站出来保护了我，踩他的头发过来帮你了。对，踩着七彩的头发，踩着七彩的头发。对，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家族。然后你刚才找到那个画对吧？这个画也是我不久前刚刚知道的。4月6号，我妹妹在昏迷了3个月之后醒了。我妹妹醒了。她跟你说了什么？醒了之后他就开始画这个画，然后我问你画的画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起来了，车祸那天的时候是甄叔叔把妈妈推下去。推下去的？对，当时我妈妈掉下那个地方卡着她，她本来能救，本来能救。然后这个时候杨阿姨是要去救妈妈的，然后这个时候甄叔叔从后边出现了，他第一他拉住了杨阿姨不让杨阿姨去救我妈妈，然后他把杨阿姨拉到了后面，还推了一把把我妈妈推。明白了，明白了，此针非当年的针，应该是穿回去改变。就是，对，因为他知道当时就是因为救了你的妈妈，所以他太太牺牲了，然后所以他不想让他的太太牺牲，所以他去把牺牲你了。他曾经想过一个办法，是跟他太太一起去救，然后结果他儿子死了。结果儿子死了，对，他后来发现原来这个事情可能唯一的解法就只能牺牲别人，就是只能牺牲别人家。我必须要说，在我的故事的版本里，跟他是一样的。也是在这个车祸当中，好妈妈去世，然后妹妹重伤。但是咱俩不在一个宇宙，我的故事里面是贾哥中奖的，你的故事里是真中的奖。就是本来是按照我这条线在走的，到了一个节点就是发生这个车祸了，就是他妻子死了嘛，然后他就想穿越回去，就研发出了第二条线，就是那个甄大儿死亡，然后他就又穿越回去了，然后研发出了第三条线，就是现在的这条线，就是那个好妈妈。但我要提醒你，就是好妈妈死亡版本也有两个宇宙，所以同一个事情在这里出现了四个分场。它其实就是来回穿越之后导致我们在不同的故事里面。对，没错。待会儿我们再看看沉在哪条线上。最后一个就是小棒起了一个杀机，他就在用自己的修改液在他的键盘底下写出了这么一段字：你若断偶翅膀，偶必送你上天堂。因为他要报仇。因为妈妈，她现在知道了妈妈的死是因为那谁啊，甄啊，对。那下面是何？好的，来，我来说说陈的事儿啊。不用鼓掌，这是一个还蛮悲伤的故事啊。首先第一个呢，当然是他的全家福，然后呢这个背影呢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宝宝，这是2004年12月31号的照片，四年前。然后呢这张照片的背后呢当然是悲伤的一个记忆，叫做遗失的美好啊。张韶涵来了，张韶涵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好棒在第一次高考的模拟考试当中成绩非常一般啊，都是20多分啊，9分什么的。为啥呢？是因为该生频频偷听快乐男生魏晨的。有魏晨这样的？我没有杜撰，我听的不是大张伟啊。原来在上课时扭动不止，
鉴于此没收了他的 MP3， 需家长签字并来办公室的班主任处领取。这是2008年的一次模拟考试，然后呢，2010年收到了这个幸福大学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哦，就是到后来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虽然2008年的时候他还曾经因为偷听魏晨啊、哦、歌非常好听，情有可原，可以理解啊。上课偷听导致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在2010年就考上了商学院。那所以你到底是一个好学生还是一个不好的学生？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小时候当然长不大，就是这句话没问题啊。就小时候我是一个比较调皮捣蛋的孩子，虽然很用心的在学习，但是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嗯，因为中间出现了一些变故，所以我一瞬间长大了，然后这两年就是把心思还是放在了学习上。这个变故就是在他的中间叫45度不流泪。这个冬天刺入我的骨，冰冻我的心。今天妈妈随车坠入悬崖，妹妹重伤昏迷不醒，我的心好痛，但只能每天安慰自己时间会是解药，但每到深夜还是觉得好冷。2008年1月10日，哎，又来了啊。这是这个孩子一夜长大的缘由。其实我的故事就跟张少是一样的，在2007年的时候，我也不经意间看到了杀马特的消息，那个时候我就很兴奋。直到冷冬的时候，我跟张少是不一样的，我是没有拿到那个报纸，就所有的消息都是侦工程告诉我的。他就说当时我的妈妈是被压在车头下面，他跟他的太太就是杨护士去抢险，然后妈妈就说不要，先不要管我，先救孩子。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先救了孩子再回来救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失去平衡，整个连车带连车掉下去。但是他在这个节点2008年1月20日的时候，好棒好好落户到真工程和杨护士一家，好棒好好改名为真棒真好。所以等于是出事不久他就收养了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成功学一上来说我叫做真棒，我叫真棒。张马特说我的本名叫好棒。所以呢，此棒是不是彼棒？他的线，这是张的故事，对不对？对。他在这儿其实还有一条线，等于他这次回去的时候他改变了两件事情。他在这个节点改变了一件事情，在这个节点改变了一件事情。真在这个节点做了一件事情，是他去偷了假的彩票。没错。所以他来跟我忏悔说我偷走了，我换了你原本是属于你的彩票，但是他不知道当年那个彩票就是假偷了他的。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在这个节点他虽然干了把郝老师推下去这件事情，但是他收养了好棒和好好。好棒呢，当年其实在他的线上面呢，真做了第一步，他推下了他的妈妈，但没有管这两个小孩。妹妹重病在医院里面养着，自己去打工，然后发现啊，有一个非主流的群体，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家的感觉。没错。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某一次呢，可能真在回想他这一生我到底要改变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又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成为那个有钱的人，我如果有了钱，我是不是可以照顾这两个小孩，就至少让我没有那么内疚。所以呢，他曾经在有一条线上面他收养了他和他的妹妹。没错。对。所以现在能不能锁定说你们两个是在同一个宇宙呢？我们两个的信息点是一样的，吻合的啊。我知道的故事也是车祸当中好妈妈去世，然后妹妹重伤，真就收养了两个孩子。其实总共就四条线，然后陈的空间里面我看到了这样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前面有一个流浪汉在低头走路，后面有人应该是在尾随他，是真。再下一张直接动手了，真从后面劫持了这个流浪汉。然后呢，下面一张是发给保安 A的一个汇款单，是真工程付的，给了他10万元。这些钱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封口费嘛，就不得有。这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收到了一个便条，真总，我明白那些流浪汉从来没有在我们公司附近出现过，有他的一个工作邮件，让公关部做好舆情控制，
不要让外界捕风捉影关于流浪汉的事儿。我的这个养父在控制舆情。然后，但是你发现了。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然后我跟我的养父就一起父子打天下，因为他有第一桶金，那第一桶金就是他的1000万，对吧？他有1000万，然后他又经过不断的什么共享单车呀、共享充电宝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他就变成了一个投资集团的老总了。然后等到我这个在幸福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进入了爸爸的公司，一直到2027年、2028年的时候，我发现这两年父亲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情，他突然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他昼伏夜出，他每天就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面，白天就听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有啊的一些惨叫，然后等到晚上他带着一些身上的一些血迹就回到家里面。同时呢，我又看到了很多关于流浪汉失踪的这些消息，然后我就很担心，因为所以我就让我的秘书去做一些调查，然后我的秘书就发现了，哦，我爸爸好像在诱拐这些流浪汉。在去年的12月12号，他给自己的父亲发了一个邮件，附了一个视频，写了四个很有力但是很有威胁的话，叫我们聊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欧飞碟，流浪汉的事是你曝光的吗？是我，怎么敢做不敢当？赶紧给我撤了！凭什么？就是我爸跟欧在天台上，他把你从6楼推下去。他说：“欧飞碟，流浪汉的事情是你曝光的吗？是，怎么了？敢做不敢当吗？你敢撤了？我不撤，撤了不撤，直接就给他从天台推下去。”那因为他没有他自己就是30年的故事线，所以我们猜测呢是欧发现了他流浪汉的一些具体的事情，于是呢他就揭露了他，然后呢就他就把他从天台推下去了，而这个视频被我拍到，被陈拍到了，我是12月1日那天我在天台透气，然后看见了我爸跟欧飞碟在天台上聊事情，争执了两下就把他推下去了，当时我也吓坏了，然后我就赶紧打那个急救电话把欧给抢救回来，然后也付了很大一笔医药费，剩下的事情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参与。哦，是吗？医药费是你付的？对啊，然后用这个视频12月12号跟我爸开始交涉，我现在就是要公司大部分的股权，所有的股权，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些争执吧，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爸特别痛快，二话不说就把所有的股权转让给我。是因为他想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把股权通过。我觉得他那会儿还没有，他如果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不会把你推下去的。你为什么当时第一反应是要股权啊？因为我觉得首先他诱拐了很多流浪汉，又把欧推下去了，我觉得他如果掌控这个股权的话，我们公司可能就会因为他全部完蛋了。你是出于保护公司的这个角度啊？对啊，对。4月1号的时候，他给你发了一个短信，你再拦着我，我就自爆，让公司毁掉，谁也别想跑得好。对，因为我把这个公司的股权不是全部拿到了之后吗？2022年的12月22号，我就宣布自己成为了这个集团的总裁，对，现任总裁。然后我把原来公司的大楼改成了这个京东 Mall 超级体验店，然后呢，我还下令说，让这个侦探团不能进入公司的大楼，就这么一个拦，那么狠的啊！所以说他进不去我们大楼之后，他开始急了。那就说明他之前就知道了，他不 care 这里到底变成什么，但是他要用机器。是的，对，现在看来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今天看到爬那个水管子？因为不让他进嘛。然后呢？果然就在4月7号。是今天，对，6点，他收到了不重要的下属发给他的彩信，甄总他又来了，但是我跟丢了，继续找。这张照片放大之后，就是甄走进了咱们京东墨的这个照片啊，所以他是知道对方6点钟进来的人，所以请问7点半的停电。驱逐人和关门是不是你为了让甄可以离开你的大厦做的？不是，不是。从4月初我发现了一件事情之后，我就一直在找甄，我一直找不到他。
然后一直到今天下午的6点吧，他终于来了。他来了，从6点到你刚才说的是9:20，对不对？你看到他往电梯里跑，就是9:20那一下，我出来一看，我说这不是我今天通过彩信看到的那个背影吗？对。然后我就赶紧跟过去了，就是我确确实实看到一个穿着这个衣服的人进了电梯啊，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的脸，我看到了他的衣服。你也追不进去，对不对？你没来得及。我就在想，这电梯不是坏了吗？然后我就赶紧摁电梯，电梯也开不了。然后我就想走楼梯吧，然后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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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对。下面就是最重要的杀机了，我留到最后讲，也是因为其实我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找针。首先呢，我们有一个小盒子，里面装满了玩具，有2008年最热门的奥运的福娃，还有两个小女孩会非常喜欢的小娃娃。还有一个破碎的珠珠碗和一个纸条，写给妹妹的。我在郊区公园西南角的假山后面藏了一个神秘的礼物给你，你吃完晚饭以后去寻宝吧，真爸爸。2008年4月9号。然后2008年4月10号的报纸，昨天晚上2008年4月9号，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恶魔案嫌疑人郊区公园附近被抓获，终于向警方认罪，并且供出了在郊区公园西南角的假山后甄某遇害等五起案件的作案过程。啊，有没有注意在你的故事里妹妹还是在医院里治疗的？对，在她的故事里面妹妹遇害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2008年妹妹刚一出院第二天就遇害了，我的父亲他告诉我说是妹妹自己跑丢了然后遇害了的，然后直到4月6号，昨天，然后我就开始收拾妹妹的遗物，然后收拾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她的那个小猪的存钱罐给打碎了，打碎之后无意中发现了那个纸条，然后我就说原来妹妹不是自己跑丢的，而是甄爸爸约她去的，这个甄爸爸是跟妹妹的死是有关系的，有可能是害我妹妹的人，所以我就要想要把她干掉。该谱了啊！哎，期待你的精彩，期待你的总结。什么叫总结？我是期待你，期待你哈！棒棒棒棒！首先，在金豆墨的公共空间里面看，发现了2张报纸，一个是2019年11月11日，甄工程是被评为年度最佳投资人，他凭借分享车、共享蓄电宝、公仔黑盒等项目，掀起商业巨浪。而这些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富贵他的这些想法，所以其实甄工程还能够永不失手，因为他已经知道什么事情会成功了。而且他去了一趟，他就是把我那本偷走了。对，在这儿呢。然后在后面提到他的养子陈工学参与到了京东墨的建设中来，致力于提高购物的效率和体验，将开设多家京东墨。12月22日的时候，董事长甄工程主动退休了。传闻啊，说甄工程的妻子于2012年1月1日因抑郁症自杀了。杨护士，抑郁症。抑郁症，因为他目睹了自己的先生在他面前为了救他杀了那个杀了好妈妈。他的亲生儿子甄大儿呢，是离家出走了。我在被收养的时候，他确实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叫甄大儿，然后我们是一直生活在一起。后来呢，因为我上大学之后，突然有一天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我的养母抑郁症自杀了，然后我就连忙从学校赶回来，回到家中，爸爸在跟他的大儿子吵架，大儿子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啊，这是我的故事线。然后呢，我也不得不说，侦探助理确实
非常用心发现了这个细节。大家都知道，我是京东帽超级体验店的店长，京东电器品质保障，线上线下都能买。在我的京东线下店呢，可以解锁很多的全新购物体验，各式各样的趋势电器，超多超全的好物都可以在这里体验。这段语气突然加强，应该是京东给你的底气吧。然后就是我是搜索了就是2008年的真的房间啊，当年落户的这个回执单，好好落户到了真工程，杨户是一家好棒好好，更名为真棒真好，这是1月20日。然后这个是他的全家福，就是收养了妹妹。1月20号在医院啊，就落户当天他们就拍了这个全家福。那你那个照片也是2008年1月20日吗？对，2008年1月20日。哦，我看，我是一模一样的2008年1月20日，但是我是在2030年的房真的房间里，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对。2008年1月15日下午3:20发生了一个汽车侧翻的事故，杨护士当场身亡。2008年的真不应该有这个照片，对，就是他太太死了吧？对。真来回改变了几个时间点，一个是他收养了你，对吧？可2008年的他并没有。好，剩下来就是根据一些线索来尝试还原一下今天这个本子的时空机制了。首先，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欧是在场的所有人科技水平最高的，但是这么厉害的女科学家，她都只能完成一件事情，就是无线电的断断续续的通讯，所以这个技术可能本来就不是来自地球上的。嗯，什么技术？在2008年有一个储物间，所以我合理推测应该是真工程的一个工作间类型。哎，里面发现了一个面板，上面有一些看不懂的外星文字，但是看得懂的地方写着是芒果星制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空机器是芒星人留下的。对，芒果星，芒果星人，芒果星。然后这个就是警告，原始时空穿越盲盒已跌落至混乱时空场，舱体破裂，黑暗物质已泄露至同一时间点的各个时空，凡触碰黑暗物质的生命体将连同其所在的场景一起跌落至此时空场。啊，所以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盘出来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下意识的以为就是两个空间，一个30年的空间，一个2008年空间，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2008年的这个空间是被应该是差不多4个空间组成起来的。其实我跟欧都是分支宇宙的故事线，触摸了这个黑色物质之后，我们从分支宇宙也到了原始宇宙。对，嗯，等于大家叠到一块了。嗯，拼凑起来了。哎，那咱俩一块儿可以一块儿说了，因为我在我那边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传送门，他想做的一个操作是清零，底下写着说，当前时空的穿越盲盒无清零权限，系统将传送您至原始时空进行操作。他应该是先想清零，所以他在30年尝试操作了，系统告诉他失败，没有权限，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回到原始宇宙去操作。哎，这是他要唯一的办法。原始宇宙再回到哪儿啊？回到我这儿，到他这儿。我们现在就在原始宇宙。针对某一件事情做出了很多个选择，就是救他老婆。对对对，所以出现了四个分叉，这就是最后改进过的版本。在现在这么说吧，就是版本一、版本二、版本三。版本一是假的版本，版本二是欧的版本，版本三是张的版本，版本四是我和陈的版本。对，你站哪儿别动啊，我过去跟你一块儿说吧，因为马上我就要说出一个让你觉得非常过分的一个言论啊。杨护士呢居然给真写那个照片后边写了一句话，如果我生命的代价是让你失去了人性，那我宁愿不要活下去。所以他的失去的人性是他把人推下去了呀。我就亲眼见到我先生来了之后，要我不要碰他，还把他推下去。我先生来跟我讲，因为我保护你安全，他就可以说出这句话，如果我的生命是以你失去人性为代价，我宁愿不要再活下去。我之前一直思考今天这个时空机制，我发现今天这个故事里2008年的空间啊，其实我们刚才推出来有4个不同的宇宙，一个是假的，
一个是欧的，一个是张的，这些都是因为你们是被动穿越到这里来的，因为你们触碰了这个黑色的暗物质。那么剩下一个问题就是08年的针是什么样的空间？现在其实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找谁杀了在咱们30年的电梯顶上的这个针，是，对吧？对，是的。30年的针和08年针应该的确是起了争执的啊，因为现场发现了倒落的什么椅子呀，还有什么两个针见面了。他说30年的针去找了08年的针，然后现场发生了争执。我想请问，为什么现场30年的针的那个空间所有的设备都是烂的？那边也是烂的，08年也是烂的。因为他们在起争执。我想说08年现场的设备的坏裂可能是导致黑暗物质泄露的一个原因。嗯，对对。然后我说一下，就是身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外套上有一个痕迹，但是尸体上没有痕迹。30年的针才会穿那个白色外套。对。在08年的针的房间里面呢，我们发现了一把刀，一滩血迹。这把刀上面明显的写着限量版2008年。08年的针那儿有一把刀，对，以及一滩血迹。嗯啊，我们发现了在30年商场的刀架上少了一把刀，这个刀呢跟尸体上的那把刀是吻合的。那这把刀是30年的刀啊？对，30年的刀，是30年的水果刀。尸体上有一把刀，嗯，08年的房间里面还有一把带血的刀，双刀啊，双刀。所以穿越的机制就是一定有两个针，一定有一个30年的针，一定有一个08年的针。今天这个死者是什么？是空的针。我这张是一个洪真先生衣服找的死亡通知书，2008年1月15号19时，杨护士呢死亡诊断的原因是严重脑出血及多处器官损伤。孙功臣的妻子杨护士连人带车掉下了悬崖，不幸身亡。今天这个死者是原始时空的人，所以这个是真最真实的。尸体上有一把刀，但是尸体的伤口是在腰部。另外那个针也中了一刀，但是他是穿着白色外套在左肩中了一刀。哦，所以有另外一个尸体。这里应该不会致命，这不致命，一个已经致命，一个没治成。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为什么会在顶上的这个终极的原因。嗯，我们在前面发现了这样一个升降机啊，升降机哦，旁边有很多的雪的旁边有纸巾，30年的升降机，然后那个雪也是30年的，所以说运上去起码这件事是30年在干的这件事哈。我觉得尸体是08年的尸体，因为我们刚刚推过，如果是30年的尸体，这里有一个伤，但是他人尸体又应该是在30年被堆到那个，那就说明他是在30年，他是在30年被挪上去的，而且他披着30年的外套，就是08年的人死在30年了。然后那个，我们来看一个2015年的8月8号，真工程呢已经把这个地儿给买了，等于从你们手里给买了，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呢，因为今天我们是9:45发现他没的，对吧？但是9:13的时候，他给幸福里的物业发了个短信，来，幸福里居民楼的1楼大门锁住了，出不了门，电梯也有点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用，你们方便过来看一下吧。所以说明他是2008年的那个他，对吧？真发的，真给物业发的，给物业发了一个，明白了。说这1楼锁了，咱们这边2030年不也1楼也锁了吗？
其实我们30年所在的那个没有明确的说是大门被钥匙什么锁，咱们也是被锁住出不去了。我们不是被锁住，我们是出不去。重点是出不去，出不去。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空，我觉得按他的理解就是所谓一个混乱时空场，原始时空也跌落到混乱时空场了。我先来解答一些刚才我们的应该已经知道的疑虑。那个脸基尼啊，您知道是谁了吗？我猜应该是真吧。对对，您猜对了，但是我要拿出那个证据，显得好像是我发现的一样。好，那么就是我发现了这个脸基尼在真的那个地方，他也有一喷即晕的这个，就是他有很多罐。那他为什么要绑那么多流浪汉呢？啊，对，就是那个流浪汉的事儿。汉子这事儿是这样的啊，汉子这事儿，在2020年的11月11号开始，流浪汉一号到2029年的12月1号，他写的是实验失败，这就相当于九年内，一共有88个流浪汉是消失的。他其实还是想观察这个机器好不好使，对吧？他还是在试验这件事儿。实验时间是他做实验的时间，传送时间是他设定的把这个人传送的时间，所以他做的所有的实验都是往未来传。他无法理解的就是这个人穿越回去了，他为什么不回来？是不是他到第88个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规律，就是他每送过去一个流浪汉之后，同时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分支宇宙，他在这个宇宙等不到他。那你的理解，他往后传的目的是什么？他可能也在摸这个东西的规律。真穿梭时空改变过去，到底是意识回去还是肉身回去？我们要不要二搜再看呢？好的。哎呦，太不容易了。来，我们每个人说一下自个儿杀戒，我来点名啊。张开始。因为我发现了他把我妈妈推下去了。行，您的杀机。我跟我自己的未来的他向他求救。对，然后我知道他把我推下楼了，所以我必须要改变这一切。所以你有杀机，但是没有紧迫的。第一个有紧迫吗？他也没特别着急。没有着急啊。您有明确时间限制的只有这一个。我着急，因为我今天就要打款啊，我不能让我的心被揭发出来。我的杀机就是妹妹的事儿。就是我发现了妹妹的死跟我的这个养父有关系。我是人生被毁，我的人生被偷了。确实，如果杀掉他，特别是杀掉08年的他，我的人生会好过很多。投票吧，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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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运，投票，好运吧。我在外面等你。不行，你得一起进去。你去08年等他吧，多好。去08年等你。杀人的是来自于30年的还是08年？30年的呀。对，狮子上插的刀是30年的。30年的。要把尸体运上去，需要30年的起重机。对。而且杀人的时间其实我感觉是挺紧迫的。对啊，就是陈公学跟何嘛，他们两个人是在那儿的嘛。先投一个，给你。我一般都是错的。是侦探把这个给到我手上的。对，各位弹幕的朋友们是看清楚了，是我给的啊。然后也是他让我投的。哎，也是他让我投的。就是他了哈，来3、2、1，走。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姐夫黑的锅，洁白的伤。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扎克尔、澎湃新闻，案情看不够上 QQ 阅读，探索更多悬疑小说。感谢特别合作探探、百度输入法、 WiFi 万能钥匙、达达快送、智行、百度网盘、网易有道词典、虎牙直播、 YY 直播、智联招聘。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网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新闻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榜、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江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